终于传出喜讯，嫁入豪门七年，为什么林依晨现在才怀孕？9月29日，台媒报道，林依晨终于当上准妈妈了，腹中宝宝已经8个月，预产期在10月，丈夫林于超已经从国外返回，专门在家陪产。林依晨怀孕也算是历经千难万险，之前的6年，她想尽各种办法，能试的都试了，可肚子就是没动静。每次出席活动，都会被问及怀孕生子的问题，林依晨也很无奈。漫漫求子路，林依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其实，林依晨在2008年查出脑下垂体有2厘米的囊肿，几个月后她入院手术，虽然手术很成功，但影响了她日后怀孕，导致备孕艰难。2014年结婚后，林依晨就减少工作量，安心在家备孕。最近几年，她甚至停掉工作，只为能顺利怀上宝宝。林依晨身边朋友透露，为了怀孕，林依晨吃了不少苦，光取卵针就没少打。所幸如今她真的得偿所愿，当上了准妈妈。在经纪人承认她怀孕前，早就传出过林依晨疑似怀孕的消息。平时都是林依晨亲力亲为的遛狗，唯独最近一个月，遛狗的任务交给了助理。助理下班前会仔细地查看林依晨附近环境，林依晨公公婆婆也会时刻关注周遭，可见林家很在意对怀孕的保密工作。之前因为结婚6年没怀孕，林依晨始终活在网友的关注催生之下。参加一档综艺后，林依晨更是曝光了婚后的真实生活，引来一片哗然。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早饭，吃完早饭送公公上班，帮带嫩模回家的老公擦屁股，被传不敢在老公面前放屁，对公婆卑躬屈膝等等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，林依晨嫁入豪门后好卑微啊。怎么说也是国民初恋，偶像剧始祖，当红时是多少少男心中的白月光，甚至女生也都很喜欢这个不作妖的可爱女明星。谁想到这么讨喜的人嫁给林于超后就混得这般落魄，让网友既气愤又心疼。眼看变成苦情剧女主角，林依晨再也坐不住了，发长文，我不卑微，她也不渣，来回应一众质疑，言辞温柔有力，得到网友的热情好评。说起来，林依晨这样贫民窟打拼出来的公主，早就见惯了人情世故，怎么会甘心为豪门生活忍气吞声？林依晨当明星不是为了名气，而是为了赚钱。很小的时候，林依晨父母离婚，母亲独自抚养姐弟两人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，不得已林依晨妈妈只能刷信用卡度日，不停透支，最终欠下600万巨款。母亲不堪重压，在林依晨16岁时突发脑中风，养家的重担就落到年轻的林依晨身上。18岁，林依晨的弟弟想要一台电脑，为了实现弟弟的愿望，林依晨报名捷运超美女比赛，只为得到那笔可观的奖金。没想到这一笔林依晨就拿到了冠军，由此推开演艺圈大门。和林依晨有相同境遇的杨丞琳也是为帮家里还债才迈入娱乐圈，成名后他们每次碰见都会问对方，你家还欠多少钱。出道伊始，林依晨也只能接到一些助理主持、广告模特的工作，但林依晨很满足，这已经让他既赚到了学费，还能补贴家用。林依晨很用功，一边在娱乐圈奋斗，一边还在努力学习。毕业时，他凭借优秀的成绩考入首屈一指的大学。20岁时，林依晨主演了《18岁的约定》，由此一炮而红。之后，他演过俏皮的黄蓉，甜美娇憨的袁湘琴，他出演的作品几乎步步爆红。林依晨也2次拿到视后，成为当之无愧的偶像剧女王。哪怕火遍2岸3地，林依晨也没停下学习的脚步。2006年，正当红的他远赴纽约留学深造。2011年，林依晨凭借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再次迎来事业巅峰，据说因为他打破了芒果台10点档长时间收视率低迷的困境。2年后，林依晨再次选择留学英国为自己充电，也是在求学期间，林依晨遇到了真命天子林于超。嫁入豪门7年，只因没生孩子就变得如此卑微，林依晨到底快乐吗？在国外的日子，林依晨不仅得到了知识的丰盈，还收获了一段甜蜜爱情。和林于超相遇后，两人从恋爱到结婚，一路电光火石，进展飞速。林于超是个货真价实的高富帅，不仅颜值出众，学历也和林依晨旗鼓相当，是很多女孩心中的完美男友。遇到林于超之前，林依晨有过几段绯闻。拍完《爱情合约》，贺军翔公开承认入戏太深，舌吻了林依晨，可没多久贺军翔又不承认了，宣称和林依晨的绯闻都是炒作，让林依晨很难看，两人由此闹掰。2010年，林依晨和富二代男友郑佳瑶恋爱，害怕男友介意亲密戏，竟然决定退出娱乐圈。林依晨的牺牲并没换来美好结局，郑佳瑶让她在事业和爱情中只能选一个时，林依晨放弃了爱情。不过她的异性缘特别好，和她合作的男神级演员都对她念念不忘。郑元畅表示，对林依晨就像对前辈的欣赏和尊敬，看见林依晨在片场用功，都会害怕自己表现不好。被问及和林依晨是否动了感情，郑元畅半开玩笑地说，我倒是愿意，怕她看不上我。合作过的导演也是如此，导演说，林依晨是个格外认真负责的演员，对各种角色都把握精准，
无形中让整个团队都倍感压力，生怕做不好会对不起他。胡歌也对林依晨赞不绝口，直言她是合作过的女演员中不可抹去的一位。这么优秀的女孩，在给好友当伴娘时和当伴郎的林于超看对了眼，随后恋爱结婚顺风顺水，唯独因为身体原因想尽办法也要怀上孩子。不过这个遗憾现在也圆满了，林依晨即将当上妈妈，相信有了这个新身份，林依晨的生活将会增添更多幸福。祝福她顺利生产，大家对林依晨哪部剧印象最深呢？